最坏的，比台湾都坏。三个三分之一，三分之一是香港原住民和他们后代受港英教育，他有点傲气，但是来讲对大陆还没什么怨恨。三分之一是最坏的，1949年、1950年被共产党侵犯斗争扫地出门跑出去，对你刻骨仇恨。再有三分之一，三年困难挨饿，那边偷渡对你印象好得了。